股时间越长，减重越多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辟谷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塑身，而是养生。辟谷减重不是无限制的减下去的，而是会将体重自动调节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。切勿为了减肥盲目的追求辟谷天数，合理的辟谷，坚持锻炼才是减肥的根本。辟谷减肥的三个技巧，第一就是开始锻炼，这也是辟谷准备最重要的一步，天行健建议在40分钟以上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辟谷复食，吃什么都可以，适量即可，但是减肉肉的朋友可以从米汤开始，2到3天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有没有发现身边圆乎乎的朋友，他们用的水杯通常都是这种又粗又大型的，相由心生，不妨试着换一个又细又长的水杯。